鼻窦炎在临床上分为急性鼻窦炎和慢性鼻窦炎。急性鼻窦炎会出现流脓涕、鼻塞、头疼、嗅觉减退等症状。如果急性鼻窦炎没有控制，就可能会牵延成慢性鼻窦炎。慢性鼻窦炎就会出现流脓涕、头疼、嗅觉减退、鼻塞等症状。如果发作鼻窦炎，就要对症治疗。首先要进行鼻喷剂、减充血剂治疗，然后可以辅助抗炎治疗，口服鼻炎片以及促排药物，促进脓涕出来，减轻症状，改善鼻腔通气。